不动明王本身的，他是大日如来的化身，大日如来，五佛化身为五大金刚，八大菩萨化身为八大明王。不动明王属于这个日本东密最尊崇的一尊明王。你到日本去，每一个寺庙都供奉不动明王。每一个寺庙都是尊敬不动明王。那么这一尊明王，他本身的威力啊，是无穷尽的。每一次我在讲不动明王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现一个明王的像。这个明王的印呢、啊，锁印呢、啊，是表示剑。那么这个印呢、啊，就表示剑夹，应该是剑鞘啊，剑鞘，这个鞘跟剑合在一起，这是不动明王的最尊贵的手印啊，最尊贵的剑鞘。那一定要现一个不动明王像，他的上牙疗下，下牙疗上，啊，很威猛的。这个眼呐、啊，这个很愤怒眼，现愤怒眼，现愤怒这个的像，啊，我做一次像看看，看看会有没有愤怒。这个是上唇咬下唇，有一个是下唇咬下唇，咬上唇。这个比较厉害一点，上唇咬下唇是女生做的，下唇咬上唇啊，下唇咬上唇是男士做的，要有分别。